吵。你要帮你，你救我先。啊、对，现在我没有子弹了，我心想，我杀了你。我拿了三个新的武器啊。多长我很担心，太多僵尸了，这个怎么超多一点？你怎么还要睡觉呢？还有这么勇敢，直接拿刀冲过去啊！哇，我那边还有这么多，我怎么能杀的？啊！我打那个，没死。太多了吧！喂，那边更加多，我帮他们破了。喂，你们会救我吗？不过你看很多的。哎呀，这天呀呀呀！太气死了！你操妈妈！那个那个，那边。拿去放铁去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啪啪啪，又掉过去片，又像感觉我更加可爱，真就皮什么？这些我有帮你。死我会死，他们不会死的。不要跑啦！你死不了你。就那个没讲完电话还没吵。你是人，跟你是人，人人人。算了，那个人在里面。快点！RPG 来帮我，今天变这么多僵尸了，这样奇怪了。
我这个树林被我提来了。树林都提到这里来。我们的大蓝天。你看，三个人死了。不过你看，我救这个人起来，这个两个死了。整了一个还没过来，有一个还没。你看，明明三个人死了，我救你起来。你看，他们躲到他们的位置了。从这里进去，但我没有进去。怎么办？一开始就是有僵尸，有这种僵尸在里面，我一直里面，我严重的都没有僵尸，僵尸越来越少了，真的，真安全了，真的。而且我那边很多僵尸，然后可以喂。有一个人死了，就是阿拓。那现在就赶了，就这个人。你做这个事，我准备要出去。有1000的射击，更加多的呢。
掉在地上，然后我的名字是萝卜。我不是我僵尸来了哦，我不是的，我是网友的蓝钻石的，我不是，不是的，我不能上来。我也有僵尸，不是僵尸，你是让你警告的人，人经常的地上。怎么会就是广告呢？很多，我认过僵尸，好像一百千个射到完，全部死了，就很多哎。喂，你们来，快点射！我要死了，死了！我全部几百的死僵尸，走了你妈的！我很多人一直去救我，然后我也一直去救。我救三个人。我有一个会死掉的萝卜。Mm-hmm.
我给他们一分了，那就问了。那些。